我买什么吗？阿布最后帮我买一起的蛋糕。啊，什么事情？长高的，长高的，要吗？天赋，他还造成了华纳所有的同事大批团购，然后多少人跟我一起买啊？开玩笑。那效果如何、啊？效果非常好，效果非常好。Facebook 的广告最不可信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相信的不是人，也不是那个广告写的多好。我相信的是现在的科技应该是可以做到的。你尝试多久啊？大概两周吧。成果有长高3公分吗？有，效果挺好的。哦，所以你现在最 care 的是身高哦？没有，我不 care， 完全不 care。买屁嘞！不是，因为像后来那个发现我买的那一款呢是盗版的。哦，所以它真品，对，是盗版的，因为那个创始人出来说话，就是日本创始人。你们有这件事情？有买正版的吗？正版谁买啊？正版是某某买还是谁买？忘记了，我没有买，因为我觉得我效果已经达到了。可是你买这么。